级汽车。记忆病毒。嘿，阿布，生日快乐！哇，雷克警长，你的记性可真好，竟然记得我的生日。那当然，没什么是我记不住的。你是谁啊？什么嘛，还说自己记性好，一下子就把我忘了。哼。这是哪儿？我是谁？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哈哈哈！雷克警长竟然忘了自己是谁，这太好笑了！哈哈哈哈！没错，只要被我的病毒芯片打中，汽车们就会失去记忆。继续攻击！哈哈哈！白老虎，公交车巴斯忘了上班，我们上学要迟到了。垃圾车小美也忘了上班，街道上好脏啊。小火车到底是怎么回事了？啊！大家稍等，我们马上调查一下。哦，找到了！原来又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快呼叫安琪，帮大家清除病毒，恢复记忆吧。嗯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失去了记忆，不要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一圈一圈飞呀飞呀飞，请你想想你到底是谁。我是无畏的消防车，我叫高迪。哇呜哇呜会灭火，没错。伸出我的长水管，喷呀喷呀喷呀，大火大火熄灭了，太棒了。记忆记忆回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继续寻找其他的超级汽车吧。嗯，好的。我们是超级汽车，有不同的工作。我是飞天救护车，治疗交给我。请你，请你快想一下，你的工作是什么？请你，请你快想一下，现在该怎么做？我是巴斯公交车，接送乘客很负责。我是妮娜出租车，所有道路都记得。我是小美垃圾车，清扫每一个角落。我是雷克是警车，发现坏蛋不放过。当然是超级汽车。所有问题都解决了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，真好呀！导弹的球球车，老嘟嘟，接着来啦！嘿，嘟嘟车们，快让一下！
好痛呀！救命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哟吼，又打中了！游戏继续。救命啊！不好，大家有危险！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现在被一辆奇怪的汽车攻击，它会喷球啊！妮娜，妮娜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快，我需要帮助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亮色出租车，妮娜。隐蔽挖掘机，酷宝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伤心的美食车，你的甜甜圈，谢谢。你的草莓冰淇淋，哇，好吃呀！亚米，我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还有吗？你很幸运哦，旋风。这是最后一个，太棒了，啦啦啦，好开心呀！原来大家吃到美食会变得很开心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发明一个伤心美食车，只要吃了他做的美食，就会变得非常伤心。美味蛋糕，免费品尝，免费品尝。蛋糕，免费。我要一个，让我尝尝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那边在卖什么呀？我就是很想哭。大家怎么都哭了？除了那辆汽车。等一下。呼叫指挥中心，哥哥，
门外有个包裹，里面装着蛋糕哟。啊，有情况！梅老虎开心果，不好了！怎么了呀你？你快看，大家都在哭。啊，开心果，你怎么也哭了？我吃了这个蓝色的蛋糕，就忍不住想哭。没错，就是这个蛋糕。我还看到了一辆奇怪的美食车。又是麦特博士的诡计。哼，他太过分了。美食应该给大家带来快乐。嗯，我们要让大家快乐起来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梦幻美食车，要你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超级汽车。出动！哇呜哇呜！不要哭，不要哭！哇呜哇呜！放轻松，放轻松 ，Happy Party！ 欢迎你的加入！哇呜哇呜！哦，美食多又多！哇呜哇呜！心情不再难过，音乐响起，我们一起跳舞。准备好了吗？食物就会变得很伤心哦。哼，伤心美食车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你快走吧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失控的赛车。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吧？福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要挑战你了。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？快抱抱我！
危险了，得赶快让它停下来，呼叫指挥中心。旋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智能跑车福特失去了控制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速赛车前方，超雷达警车来车，大力士吊车马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，停下，十字路口有危险，轰隆隆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，哐哐哐伸出手臂拦住路口，不要冲，大钩子甩一甩呀，轻轻吊起来，谁来帮帮我，怎么停也停不下，谁来帮帮我，我也好害怕，让我来帮你吹上你，让我来帮你，不要再轻轻。不好，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。我来帮忙。滴滴，警车来了，发射大王拦住你，向后退，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。哐哐哐，吊车来了，伸出手臂勾住你。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。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。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超级快递，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哈哈，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看到了，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。嘘，谢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白老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。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巨无霸货车斑斑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炮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味道，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送货快又准，农场和果园快递送达，这不是我的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农场的快递。天黑之前都送达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好呀。